电力，现代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国计民生的命脉之一。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等能源都能转换成电力，服务人类。中国有遍布山野乡村的电力毛细血管，也有纵横大江南北的电网大动脉。西电东送工程编织了一张史无前例的庞大电网，打造了世界级样板。电又是如何改变中国，点亮万家灯火？粤港澳大湾区，当夜幕降临，灯光塔炫秀瞬间，标志着一场数字电网的技术变革在中国正悄然兴起。吴叔，你嘅鱼到啦。好啊好啊，两条银龙啊，呢度咧就八条锦鲤，嗯，呢度两条银龙，好嘅好嘅。烟火气十足的想象里，水族馆老板吴叔接到一个订单，他赶忙调来货源。然而下午五点过后，顾客并没有如约而至，这意味着这些娇贵的热带鱼得在店里过夜。要在过去，吴叔肯定要焦虑起来。20年前的中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一线城市，都面临过供电紧张的局面。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家家备有蜡烛、停电摸黑的场景已经成为人们的回忆。如果你停一天的，根本那些鱼全死了。不过基本上在广州这十来年，基本上不会停电的嘛。如今，吴叔一点不用担心停电导致鱼缺氧的问题。在他的小店里，价格不菲的大型热带鱼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吴叔并不知道，距离他的小店几公里之外，一群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时时守护着百姓用电的安全。林冲，十千伏南极沸达11事故跳闸，一次重跳闸失败。好的，廖成川，你负责跟调度联系，了解治愈情况。生产指挥中心，啊，已收到故障信息。南极21已经全部通过治愈恢复供电，耗时46秒。好的，通过这个我们的快速治愈，46秒之内，迅速把这个故障隔离，能把这个停电压到最低，减少居民的用户停电感知。停电零感知是当今城市供电不断追求的目标。通过数字技术，电力线路即使出现故障跳闸，备用线路也能在一瞬间接入，确保接续供电。而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居民往往几乎感知不到停过电。也正是依靠配网强大的自愈能力，吴叔的鱼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个夜晚。阿叔，过来攞鱼啦！哦，哇，睇下先，睇先，唔好意思啊，琼文，呢个加班嚟唔到。唔紧要，唔紧要。好，唔该阿叔，答应我啊，拜拜。不止在广州，在深圳，供电企业正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在毫秒级以内电压波动的高质量电能。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年均停电已进入了1小时时代，可靠性跻身世界主要湾区先进水平。上海，中国第一个亮起电灯的城市，
正在尝试新能源时代又一种灵活性用电调节方式。2022年夏天，作为上海需求侧管理中心负责人，赵建立再次见证了传奇发生。持续的这种高温，最高的温度到40度以上了，而且是持续多天的。那对我们上海电网来说，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居民负荷。你肯定有些下水道。酷热的天气给这座城市电力运转带来的压力，直观地呈现在眼前的大屏上。与此同时，上海开启省电模式，虚拟电厂成为电力调节首选方案。虚拟电厂的话是最近这几年新兴起的一种概念，它可以起到电力平衡调节的作用，然后另外的话它可以促进这种新能源的消纳，对电网整体来说它是有显著的这个低碳效果。虚拟电厂可以对用电侧进行精准管控，把可以节约出来的电腾出负荷空间给需要的地方，聚沙成塔，不仅可以在用电高峰时段削峰，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填谷。这对充分消纳清洁能源发电量，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实际温度高于预期，上午10点半左右，上海市的用电负荷迅速攀升，明显高于前一天的预判。根据多年的经验，赵建立判断，在11点就可能出现用电缺口，需求响应刻不容缓。喂，浦东供电公司，这里是需求侧管理中心，快速响应资源，需要提前到11点投入。浦东公司收到，马上梳理一下今天的响应用户，时间提前至11点开始。好的。中午11时，除了浦东供电公司，上海其他15个区的供电公司也根据指令纷纷调动属地范围内的快速响应资源，一场争分夺秒的削峰之战随即展开。工程工程，需求侧响应提前到11点执行，请各部门执行。收到，明白。悄无声息间，这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的能源系统完成了自我调节，实现智慧减碳，有力地保障了正常运转。2022年夏季，在全球性旷日持久的最强高温中，世界多国面临着能源价格上涨、电力短缺的困境。面对危机，中国又会如何保障炎炎夏日里的百姓用电？中国西南地区，这是长江上游水电站发电的瞬间，不仅记录了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的新高度，也承载着中国能源互补、东西互济的宏伟战略。中国是全球发电量最大的国家，但资源分布极不均衡，80%水电在西部，80%煤电在北部，而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能源资源匮乏，用电负荷却相对集中，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成为阻碍发展的瓶颈。中国的总地势呢，西高东低，从青藏高原到沿海，大体呢是3级阶梯或者3级阶地这么一个分布。那么在这种总的地势格局下呢，就造就了咱们国家西部地区丰富的水能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它不仅落差大，水流也大，给水力发电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件。中国独特的3级阶梯式地形造就了丰富的水电资源，西电东送由此诞生。2022年，随着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正式投产，
从此，乌东德和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等六座梯级流域水电站，构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全密服，整套2.5，老哥，好。中国西南，世界首条容量最大的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即将开始检修。距地面近60米高的作业点，王永博和同事将更换输电线路绝缘部件。此刻，他们不仅要克服内心恐惧，还要面对高空变化多端的乱流挑战。只能去克服，我觉得这件事我肯定能做好。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试着去爬塔，去走线，只要成功过一次，后面再做就都不是问题了。电从远方来，往往横跨中国地理3级阶梯。长达1452公里的昆柳龙直流工程输电线路，跨越铁路15次，公路273次，河流82次。这群空中舞者在崇山峻岭间守护着这条输电大通道，保障着万家灯火。然而，要将西部清洁的水电跨越数千公里，源源不断地输往东部地区，还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才能实现。龙门换流站是西电东送中一个重要站点，它即将迎来年度停电检修的窗口期。趁此次停电，对相关供流模块进行例行检查试验，主要包括我们的光纤检查。周靖宇作为特高压柔直换流阀攻关团队主要成员，受邀与站方一起参与年检工作。作为世界首条容量最大的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的受端站，每天近亿度来自乌东德水电站的清洁水电，将在这里转换成交流电，在源源不断的输往粤港澳大湾区。龙门换流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工作的安排是，由我这边和周工、苏维、曾红，我们4个人先上塔对公路模块进行检查。比较安全的。遍布阀厅内的5184个功率模块，是保障特高压交直流电能转换的关键。此前，特高压柔性直流换流阀黑模块难题，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技术上的无人区。柔性直流换流阀是由数千个功率模块串联而成的，出现黑模块的后果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串珠子，有一个珠子散落掉了，那么整串珠子就都散落掉了，那就会导致整个柔性直流系统停运。历经18个月的攻坚克难，周靖宇和团队成功攻克了特高压柔性直流黑模块导致系统跳闸的世界性难题，为世界首个特高压柔直输电工程的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配上194，配上194，正常。配上195，正常。从高压到超高压，再到特高压，西电东送这条能源大动脉架起了东西部互联互通的桥梁。中国电力人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让西电东送在中国版图上遍地开花的同时，也诞生了一个个世纪级和世界级的工程。现在
中国的直流输电，无论是电压等级、输送的容量、输送的距离啊，直流工程的数量，我们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我们的容量要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容量。我们在直流输电这个领域上的突破和进步，也使得我们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基础。清晨六点，踏着经济发展的古典，长江两岸施工现场，18台大型设备陆续启动，与北岸边即将起航的牵引船遥相呼应，协同合作，开始跨江架线作业。作为这次长江大跨越的项目经理，李延军承担了重任。韩队，注意这个空中啊，牵引板现在容易这个有点倾斜。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2003，对这个平衡张力啊控制要求比较高，好吧？慢点啊，慢点啊。像这样跨越啊，长江大跨越总共是有4次，我们两个塔的挡距啊，就是达到了2354米啊。这个长江的宽度啊，已经达到了1912米，这4个大跨越中是最长的。白鹤滩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中国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重点工程。然而，从白鹤滩水电站到寿端位于杭州临平区浙北换流站，全长2140公里输电线路，不仅要翻山越岭，还要跨越江河。作为这个超级工程的咽喉，池州段长江大跨越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它的新技术、它的高度以及它们下面的斜插入这个钢管，也都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所以说，它的是从技术角度上说，对我们来讲啊，又是把我们整个施工水平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此刻，全高351米的白浙长江大跨越塔，也彰显着它的架设难度。38根导地线起吊是整个施工作业的关键环节，决定着这次长江大跨越的成败。万总，万总，注意那个船的速度，后面牵引绳拽得比较直了啊。距正常还有150米，降低航速，调整到2.2海里。好的，收到，已经通知船长。跨越2354米的江面，水流湍急，地面设备操作人员、江面行船、300米高空作业人员三方必须严密的配合，才能完成这项复杂的任务。交直流混压跨越这么宽水域的特高压，在世界也尚属首次。经过长达1个月的紧张施工，38根导地线陆续顺利展放，意味着白浙线特高压线路的全线贯通。西电东送这一伟大的超级工程，北中南3条大通道，把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仅2021年，全国完成跨省区送电2.29万亿千瓦时。其中跨区跨省调电分别比10年前增加241%、122%。今天我国电力发展区域布局更加合理，形成了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大电网格局，全国一张网的蓝图跃然纸上。青藏高原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通电的瞬间，标志着国家电网通过大电网延伸方式点亮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地方。中国拥有全球约1/5的人口，然而要保障用电绝非易事。
西南边陲，小康殿照亮云南独龙江乡，最偏僻的大山深处迎来致富希望。西藏阿里告别电网孤岛，西藏迎来了主电网覆盖全区七地市74县区的统一电网标志时刻。从此，我国大电网实现了大陆所有县域全覆盖。青海省果芒村与长江村合闸通电，这个全国最后通电的乡村，彻底告别无电停电的日子，万家灯火，一盏灯都不能落下。仅“十三五”期间，我国投资超过10000亿元，先后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和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实现了村村通动力电，农网供电可靠率高达99.8%。今天，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最可靠的电网系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来看看用电情通电的情况是不是？对，正常的汽车是。船长孙克兵即将驾驶目前长江流域吨位最大的电动货船，装载一船砂石，从江心洲码头运往一家钢铁厂。出发前，孙克兵在南京电力巡围人员的帮助下，对岸电和货船的电力系统进行例行检查。那正常，如果要跑起来的话，再加上这些生活用电，每天一充是可以的，够的啊，够的够。啊，例行检查，哎，巡检的时候来吧，这个事情。这个的话，你们也经常抄的对吧？哎，要抄一下，时不时的这个要来抄一下这个参数，这个整个电流的一个情况，电机运行的一个情况。下午2点，孙克兵驾船缓缓驶离码头。这艘电动货船载重3000吨。由燃油船舶改造而来，甲板上两组可移动电池可存储2200度电，通过码头岸电充电，3个小时可充满，能航行120公里以上。以前的用这个柴油机作为动力，一天的话至少在2到3吨的柴油用量，排放物的话差不多在14-15吨左右。但我们现在的整船呢是以电作为它所有的一个动力。包括浮电呀，包括这个船的本身的一些动力。没有了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和浓重的柴油味道，一江清水穿城而过。对于有着数十年驾船经历的孙克兵来说，变化可谓天翻地覆。这两年的变化是特别明显，这个水也清了，鱼也多了。而这样的改变与来自西部的清洁能源密不可分，每年都有大量的清洁电能通过电网大动脉输送到江苏地区，不仅缓解了经济民生方面的供电压力，还推动这个用电大省日益向绿色低碳的目标转型。如今长江南京段53家码头共计建设了251套岸电设备，泊位岸电设施覆盖率高达100%。清洁能源带来的改变还远不止这些。如今行驶在广州街头的电动汽车，每消耗4度电就有1度来自西部的清洁水电。这些来自西部的清洁水电不仅方便了出行，更改善了环境和人们的心情。也正是得益于清洁能源的赋能，截至2022年6月底，广州全市电动汽车公司充电桩达7.63万台，总功率320.4万千瓦，每天约可为超过76万辆次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未来广州还将结合市民的绿色出行需求，布局新超充站点，打造一快一慢、有序充电的
充换电服务体系和超充之都，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今天，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元清洁电力系统，发电装机达24.7亿千瓦，超过 G7 国家总和，可再生能源装机超11亿千瓦，占全球同类装机的30%以上，有效地助推了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我国双碳目标的稳步实现。90后农场主陆小伟在南通市海门区经营着占地60亩的农场。像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就是水肥一体化的一个机器，保证我们蔬菜的一些供水啊、供营养啊，一个循环的一个系统。我们这个机器的话是全天24小时开机。南通海门与上海一江之隔，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和菜篮子。顺应长三角大市场需求变化和消费升级，南通市围绕粮食安全和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推动农业提档升级，而电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园区对电力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也应该说没有电是不行的。其中呢，我们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智能控制系统，包括卷帘、降温湿帘系统，都离不开电。没有电，特别是我们湿式农业这块，是寸步难行的。与传统农业不同，这里的蔬菜都是靠无土栽培技术生产，智能化控制是这座农场的心脏。而这一切离不开电力的保障。现在我们有电力的话，我们只要有一台机器，我们就能自动控制。这样子的话，我们既能提高种植的需求，又能节省人工成本。今天海门区像陆小伟这样的智能家庭农场已有200多家，可靠的电力保障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下，我国电力市场供需多元化格局越来越清晰。从山区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交通到餐饮，一张巨大的电网保障着民生用电底线，夯实社会发展的能源基础。电借助先进技术发挥更大价值，正为经济发展、国家双循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一个个瞬间，记录了中国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中国作为一个全民通电的国家，电让美丽中国处处绽放光明。通过科技创新，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已经让全世界的电网都开始流行中国化。新时代，中国将和全球各国一起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就，构建清洁绿色的全球能源互联网。